新高中学制2009-10学年开始推行，我哋嘅老师已经策划好课程，促进学生嘅全人发展。作为雇主，我相信新高中课程有助学生扩阔视野，加强佢哋解决困难同独立思考嘅能力，更加符合社会嘅要求。我哋准备好啦！新学制多元出路，终身学习。